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前面我们学习的修行诸度圣解脱，文殊菩萨十波罗蜜，我们学到第八愿波罗蜜，今天我们看第九练了也是禅的那我们现在是这个所谓的能力下面有个简单的解释菩萨居清净平等觉，身心列故，涉世无有杂染那么这个能力就不是一般的能力了看这个注解就晓得了。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染污非常严重什么人有能力不受染污？这是禅的禅是什么？禅定佛法里面呢，通常称三昧诸位知道三昧就是禅禅呢，跟三昧意思非常接近禅呢在《金刚经》里面的解释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禅定禅是梵语意思就是不着相，不取相，不着相定呢，这是中国字，不动心所以六祖他用比较通俗的话跟我们讲解，让我们很容易就听懂那么什么叫禅呢？外不着相就叫禅，内不动心呢就叫定。这个禅定功夫前身高下差别很多这个功夫浅的就有小的能力，这个能力呢现在的术语有所谓免疫力这个是对疾病来说的我们说你这个身体不错抵抗力很强
这个医学的术语叫免疫力啊，你能够抵抗许许多多的疾病啊。那么这是生理上说的，如果在心理上讲呢，这个心里面的免疫力呢，就是十波罗蜜里面力的意思啊，心里啊不会受外界的染污啊，这个事情不容易啊。必须啊，至少要把烦恼习气啊控制住，这个力量啊才能显现。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很苦难的时候，确确实实他表现的对于钱财呀、不重视啊？为什么呢？习惯于贫穷，啊，生活勉强能过得去。啊，确确实实没有把财看在眼里。我们也很尊敬，也很佩服啊，那是个好人呢。如果一旦呢，他看到有几千万那个数字的时候，那就不行了，他就动了心了，地就没有了。贪财吝啬的心啊，啊，处处都显露出来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我们也是在这么多年学习过程当中，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啊，实在讲呢，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里面都是在修行啊，把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啊，这些现象我们在事实上里面看出来了啊，可以印证啊，佛说的没错啊！啊，所以有人在深山与外界隔绝，时间不短了，30多年了。啊，在山上修行，身心清净的。禅定智慧呀、啊，可是这个外缘来了，这长者居士啊，请他下山去弘法，到这个城市里面去了几趟，就做不了主了。贪嗔痴慢统统显出来了，住山30多年的功夫啊，完全没有了。这人很多啊，坐窗随笔是莲池大师的笔记，里面就有这么一条，
啊，他老人家记录的啊，他认识的一个修行人，修行的很不错，他山上住三十多年，他就讲这个故事啊，讲给他听，讲完之后他就问莲池大师，谁呀？这人是谁呀？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啊，所以境界没有现前，你说你功夫怎么样？靠不住啊，未必是真的。必须境界现前，你真的如如不动了，那是真功夫。啊，所以自己有没有功夫自己清楚啊，不用问别人了、啊、别人有没有功夫，你只要冷静地观察，瞒不住人呐、啊！啊，言谈举止，中国古人说得好啊，从你的外表能够看透你内在的功夫啊，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你怎么能瞒得过他啊？你所以瞒的真的是所谓自欺欺人而已啊，以为是欺了别人了，实际上人家并没有被你欺骗，很清楚很明白啊，自欺以为是欺骗别人啊，所以这个力就是修行道业上的免疫力啊，要怎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力才能显现呢？真正的清净心显现了啊，这个菩提心里面讲的身心呐、啊，啊，菩提心，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真诚的菩提心里面讲的身心啊，我就采取大乘无量寿经经体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那你就有免疫的能力了。净宗法门是从清净心起入啊，啊，念佛，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原则。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度摄六根是外不着相啊，净念相继是内不动心啊，所以叫做念佛三昧啊，三昧是梵语，
照意思来翻叫正受，啊，正是正常，受是享受，正常的享受。正常享受是清净，是平等觉。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不平等，还是迷惑颠倒，那你的享受就没有正受了。没有正受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世间里面的五种受，啊，就是五大类的佛法常说的啊，苦乐忧喜舍啊。你要知道苦乐忧喜舍都不是正常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啊没有苦乐忧喜舍，那叫正常。这功夫了，然后你再晓得这个力，哎，不是我们平常想象当中啊，哦，你办事做事的能力，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了这个力呢，明文力呀，五欲六尘，就是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会起心动念。你没有贪念，这个意念不会生起来。不可能有控制的念头，不可能有占有的念头啊！你还有控制有占有，你这个力量完全没有了啊！在逆境，在恶缘，别人把你所有的夺去了啊，你丧失掉了，你没有成悔，你不会怨天尤人，你的心呢还是保持一样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明了，这里不是正觉吗？真正明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包括自己的身体，没有一样东西是恒常的。这个是这桩事情，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只要你细心去观察了，你会觉悟啊，你只不觉悟啊，你太粗心了。人一定会老，一定会死啊，这个你不能否认的啊。那我要问你，老是不是一年比一年老啊？你说是的啊，你忽略了一天比一天老，你说对吗？一小时比一小时老，一刹那比一刹那老，
走向死亡亦复如是啊！啊，所以我早年讲经啊，讲得多啊，我常常提醒大家了，人生下来啊，我常说根精进，一刹那一秒钟他都不停留，勇猛精进，往哪里精进呢？往坟墓里头精进。你们想想是不是的？谁肯能多留一分钟呢？这个现象在佛门里面，三苦里头的行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啊，青春不住啊，啊，它不停地在变化了，变化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了，你要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参透了，你对这个世间一切所有的自然就看淡了，这个看淡就是看破，看破你就很容易放下了啊，放下什么？放下你就烦恼轻，智慧长啊，不但烦恼轻，智慧长啊，它当中还起了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你的老化啊，真的缓慢下来了啊！这个烦恼重的人，忧虑多的人，五六十岁啊，一看就像八九十岁一样啊！其实他年岁并不大，看起来是真老了。老态龙钟啊，啊，那有些人年岁真大，看起来不老，啊，那就是他的老化速度减慢了。为什么减慢？他没有那么多烦恼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牵挂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佛在经教里常常跟我们讲的境随心转啊，啊，我们老化速度快或者速度慢，主控权在自己啊，自己要是清净平等觉了就慢，如果不清净不平等啊，这是迷而不觉了，那速度就快，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时间不是真的啊，在道法里面它是不相应刑法啊，所谓不相应刑法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抽象概念，它不是真的啊，所以人确实可以能够控制自己，主宰自己，这在佛法里叫我啊，我是有主宰的意思，主控的意思，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主控权，不能主宰，我就没有了啊，佛法讲无我嘛啊，什么时候你才有个我呢？大概证得阿罗汉之后，烦恼轻了，智慧长了，你能做得了主了。啊，阿罗汉之前，没有人能做得了主啊。啊，真正能做主了，那是谁呀？化身菩萨了。啊，
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那就完全能做主了。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常乐我净啊，法身呢，四德，四种净德，真的，有常，有我，有乐，有净。常是什么呢？永恒不变。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呢。我呢就真正做得了主宰了。乐是决定没有苦。这个佛家讲的三大类，苦苦、坏苦、行苦都没有了。净是清净，决定没有染著。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性德。那现在我们迷失了自性。迷失了自性，自性里面的四净德有没有失掉的？给主说没有。那失掉不就有生有灭了？并没有失掉，只是现前呢，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它的作用显不出来。不是没有，就是作用显不出来。在此地这我们一定要晓得，华严经上佛讲真话，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并没有丧失。佛教导我们目的没有别的，是让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让我们自己自性里本具的智慧德相统统恢复。到我们见性成佛了，你就晓得佛有没有给我们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般若经》上佛说得好啊，佛不度众生啊。那众生是怎么度的呢？怎么成佛的？你自己度的，自悟自度。这个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迷是思度啊。我在迷的时候靠老师开导我，悟了的时候自度啊，不是思度啊，不是佛度。悟了的时候自度，为什么呢？就十波罗蜜你统统具足了，这哪里要靠人呢？普贤十愿，文殊十度，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这是迷了不知道。诸佛菩萨大德善友，把这桩事情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豁然觉悟。原来放下就是啊，那不放下怎么行呢？放下染污，心就清净了。那么现在的染污，
环境物质上的人，精神心性上的染污严重啊！啊，那首先你要认识，你不能不知。啊，如何在这个世间，我们生活里头，工作、待人接物，不受杂染？啊，确实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和光同尘。他有染，我没有染。啊，在五欲六尘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有贪心，我没有。啊，他有嗔恚，我没有。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讲得好啊。现在世间人，最容易犯的食物，啊，这个食物我们有没有？根本的原因不外乎贪嗔痴慢疑恶见，对，六个根本烦恼啊。这个东西只要有了，你就不能不受杂染啊。杂染是头一个是食物，杀生。啊，请问你，蚊子来咬你，你是不是一巴掌把它打死？这是染物啊！你杀了一条命啊！你在饥饿的时候去找食物，该不该死？蚊子是饿了，它来找食物啊。你要想到这个事实真相啊，它不该死。你不愿意布施他、供养他，把他赶走就好了，何必杀他呢？你杀他就错了。你愿意供养、布施，欢欢喜喜的，啊，我布施你一餐，让你吃饱。啊，我不愿意供养你，赶走就好了嘛。啊，遇到钱财，道心就起来了。啊，不是你应该得的。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得到都是偷盗。有权有势的人，别人要托你给他办事，一定要送个礼给你，啊，贿赂啊，贿赂是属于偷盗。他是不是甘心情愿给你的？不是啊，比于形式啊，不能不给你，不
不给你的时候，事情就办不通。偷盗啊，偷盗的那个范围太大太大了啊！诸位看看戒经，你就晓得了啊。总的一个原则，决定不应该得到的，不应该取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啊，有些人欺骗、敲诈，啊，有些用形式逼着你，啊，你非拿出来不可，啊，通通属于偷盗，啊，不是。真的讲这些小偷跟强盗啊，凡是这个不应该得到的，无论用什么手段啊，你所拿来的时候全属于偷盗啊。买东西我们听说有说有回扣，那个回扣都是属于偷盗啊。卖东西人早把回扣都算进这个价钱里面了啊，那是属于你偷盗的一部分啊，叫巧取豪夺啊，都是染污啊，都是贪心啊，啊，贪嗔痴慢在作祟啊。啊，邪淫啊，这一般讲说贪色、色情啊，啊，妄语啊，两舌挑拨是非，从中图利啊，恶口绮语。的全然物，除这个之外，大师还给我们讲八邪啊，八邪多半是精神上的污染，也有物质上的，是邪知邪见的，这是精神上的啊，邪业邪命呢，那就是属于生活上的。那么再说到是一切不善的心，邪迷心啊，恶毒心，嫉妒心，傲慢心，全都是杂染。你这个心怎么能清净啊？那我们六根所接触的，你眼所见的，被外面境界这个色染污，你耳朵听啊，喜欢这个音声，讨厌那个音声，你被音声染污了。啊，每一天吃的东西讲求口味，讲求滋补，你被五味染污了，你怎么会心情？染污太多太多。只要心里面有欲望，你就被染污。你说这个事情多
都难。啊，那我们修行来说呢，功夫不得了了，还有这么多染污啊，禅定完全没有啊，因为力是禅定起了作用啊，不但对于精神，对物质也是一样，通通产生了免疫力。那免疫力就是我们佛门当中常讲随缘而不攀缘，随缘度日啊，啊，什么环境都好，都一样的，对人、对事、对物，啊，样样都平等，平等就是没有高下，啊，我高，你下。我比你强，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啊，违背了性德。啊，性德是平等的。所以，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十法界的因性。啊，十法界最高是成佛了。当然，无论哪个法界都一样。所受法界是果，果必有因。啊，因，华严经上讲的无量因缘呐，哪有那么单纯呢？啊，成佛，这是最高的了。无量因缘，无量因缘里面比较起来，哪一个因缘最重要呢？我们讲最重要的啊，那佛很慈悲跟我们说出来了啊，成佛最重要的一个因缘是平等性。平等心是佛，我心里还有高下，那就成不了佛了。啊，我跟一只蚂蚁在一起，蚂蚁那怎么能跟我比啊？就成不了佛。佛怎么样呢？佛跟蚂蚁是平等的，我跟他不平等，那怎么能成得了佛呢？这十个业因，学佛同学不能不懂啊！啊，菩萨第一个业因是六度因，那现在我们学的这个十波罗蜜，这叫菩萨因。啊，换一句话说，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十波罗蜜相应啊，如来果地决定与普贤十愿相应。为什么呢？普贤十愿是平等，十种平等啊！啊，辟支佛。十二因缘，阿罗汉四谛，天道慈悲喜舍，上品十善慈悲喜舍四无量行，天道啊，啊，人道五戒十善。
啊，修罗道十善里面夹杂着好胜、傲慢，夹杂着这个，它变成修罗啊。没有四无量心啊，啊，人道叫中平十善啊。恶鬼道是贪心，贪心斗恶鬼呀，成慧也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啊。我们有没有常常做个反省？我的起心动念哪一种成分多？啊，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一个觉知，你就晓得我来生到哪里去了。这个非常灵验啊，不要去问人啊，问人家，别人未必有这个能力，未必真知道，总是骗人的多啊。自己晓得这个道理啊，就清清楚楚，自己决定决断了，十分可靠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脾气很大，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要拍桌子骂人，你将他到哪一道去了？地狱道啊。对于一些事情糊里糊涂，是非颠倒这是愚痴啊，没有智慧啊，畜生道。贪而无厌啊，自己有的舍不得供养别人，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得不到，你不用啊，偏偏霸占住啊，不愿意给人，魔鬼道啊。你的心不清净的，不平等的，没有智慧。天下多少人，很多苦难的人没有钱财，没有衣服，没有医药，啊，你有囤积，不肯帮助别人，严重的贪心呢？贪心要是害人，那地狱去了。啊，这里头我们还有一桩事情要特别警觉到的，这佛在经常常讲啊，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呢，固然那个罪很重了，不是最重的，最重是什么呢？是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可重了啊。那么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学佛的人很容易犯，
啊，我收藏着有很多丰富的这个经论善书，有很多人想学，没有，我也不肯借给他，我也不肯给他。哎，这叫断别人法身慧。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罪过重啊。啊，所以佛教我们布施啊，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布施财的财富，布施法的聪明智慧，钱财要流通，叫通货。你看佛法呢，也叫流通啊。所以这些经论善书，包括现在的光碟，也是通货。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流通越广，利益人越多。你的智慧果报就越殊胜了啊！所以书我读了之后送给别人，别人就读，他读了之后再送给别人，辗转流通，大家都得利益。可不能够把它藏起来，那个罪就重了啊。那么多可以办个图书馆啊，可以办个阅览室啊，欢迎大家来看，大家来学习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啊，果报不可思议，非常殊胜啊。啊，我们过去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呢也收集了不少书啊，不算太多啊，他就办了个图书馆，图书馆里藏书不多啊，有个阅览室啊，就是什么呢，东西展开公开让大家借看啊。可是图书馆呢每个星期讲一次经，啊，一年也有几次活动，啊，在这个地方举办了大专佛学讲座，啊，寒假、暑假。那平常呢，就是台中地区大专学生，啊，每一个星期天，假期，星期天呢，办一天讲座。这个正确啊，我们在台中，他老人家这是现身说法了，做给我们看啊，我们也就学会了啊。可是我藏的书比李老师多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办了个学院，学院有图书室啊，我这些书呢通通都摆在图书室里头啊，看的人不太多啊。为什么呢？全是中文，在外国的地方啊，所以外国人呢，这个我们外文的东西不多啊，也有啊，中文东西很多啊，开放的。不可以珍藏啊，啊，要开放啊！珍藏这个观念呢，错误的啊！珍藏是善本啊，善本是应该珍藏，但是现在呀，印刷术发达，太方便了，所有珍藏的书啊，我们都复印啊，原本还是保存，要好好的收藏啊，复印的呢。就展览啊，就像大众啊
公开的阅读啊，这样才好啊！啊，这个你自己的心清净啊，对法、对人都平等，觉而不迷。所以处处啊，要想着利益众生。啊，前面方便波罗蜜多讲啊，要有善巧方便。啊，有一点点好的东西，都希望跟别人分享，而不自己独占。这个人有福。啊，有福肯定他就有慧啊，福跟慧呀，常常是连起来的。这个意思还没讲完啊，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啊，下一堂我们接着讲。